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过速赛车，前方。超雷达警车，来车。马力！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！十字路口有危险！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！哐哐，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！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。谁来帮帮我？怎么停也停不下。谁来帮帮我？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，追呀追呀追上你。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停停。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滴滴，汽车来了，发射大网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扣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
快递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笨笨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贝乐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快跑出租车，米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给我们吧！嘀咕嘀咕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
好呀！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！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。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，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训练训练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。
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我闯祸了！哇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！我要惊喜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的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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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救援！去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！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啊！麦嘟嘟，你小心点！哎呦！
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冰面裂开了！嗯，快跑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嘟嘟，马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马嘟嘟和马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跳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，这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，做得好。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，冰面太厚了。嗯，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吊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嗯，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顽皮的碰碰车。嗯，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，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们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，出发！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咦，人呢？完蛋了，我把弟弟们弄丢了。
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嗯，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舒服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过界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给我们吧！无敌无敌无敌，开启雷达找一找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啦！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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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！哎呦，好晕啊！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红灯停下，绿灯行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。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。排成一队，别拥挤，别拥挤。路上危险，不乱跑，注意安全。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。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好难受，这个嘛，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好跑好跑，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
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嗯，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他才怕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他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，我要帮帮他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
请准备。六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嘟刷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。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。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。话筒音响，还有钢琴吉他。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，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轮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唱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你看，啊，奇怪，啊，哎，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。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好臭呀！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大汽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！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垃圾，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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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！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，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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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